拔牙后多久镶牙？一般而言是拔牙以后三个月进行镶牙。那么有的患者朋友就是非常的爱美，他说我这三个月我前牙缺了，我还要唱歌，我还要跳舞，我还要表演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可以提前镶牙，临时的恢复你的美观。好，也有的患者朋友他说我全口牙都拔光了，哈，我要等着做全口呢，那我这三个月怎么办？我又没办法嚼东西哈，没办法吃饭，我不可能喝三个月的稀饭了。那么也可以先做一副临时的假牙，来佩戴三个月，三个月以后呢进行更换。为什么要三个月以后呢？通常在前三个月啊，拔了牙，你牙槽窝哈，这个窝要慢慢的长平，而且前三个月的变化是最快的。如果你在提前镶牙以后呢，可能之后你这个假牙哈就会出现一些间隙哈，不太合适。好，当然为了美观呢，或者是为了恢复临时的功能的话，也可以提前镶牙。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种植牙。好，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是在拔除牙齿的同时来镶牙。那有的患者还会说，那我是一天一天哈，我因为要拔除前牙，我一天都不想缺失，那。